感觉很兴奋，因为在场的观众都很热情，而且又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我今天可以感受到这种气氛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特别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比较特别的是在那个technology方面都提高了许多，跟16年前比。 在那个哪里啊，广州亚运会大大的提升，志愿者对我们的热情还是一样，希望我们可以正常发挥，赛出水平，赛出风光。